事儿，你再说。数字敏感，智商不高啊，这么实在啊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非常的简单，我们的两位主演包括我们的导演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。稍后我们的大屏幕上将会出现我们最最熟悉的一个，你看派圆周率3.1415926后面无穷尽哈。现在给你们20秒的时间来记住，越多的数字越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谁记得比较的多。我们的罗南跟仔仔也可以尝试记一下哈，就横着，大家都横着看啊。可以准备开始了吗？四位可以了哈，集中精神，倒计时20秒开始。好，来面对大家站好，谁先来举手，趁热打铁。来，我们往中间站一点，往中间站一点哈，别看了，往中间站一点，往中间站一点。好，来，让我们主创验证一下哈，来。3.1415926啊。537啊，78，89了。没关系，往下走。7933846526。好，可以，他记住了，应该是四组哈，后面没记住。四组错了一个。错了一组的数字啊，好，下来谁来？别再看了，姑娘。3.1415926533，后面没记住。好，错三组哈，就剩你们两位了，谁来？3.1415926，5359793239333。那还行啊，三组来。我想说，对一个文科生背这种东西实在太残忍了。然后是3.1415926535979933，后面八只就不记得了。好。非常的不错啊，掌声鼓励一下四位啊，确实在等等20秒之内能记下来。两位主演愿意尝试一下吗？3.1415926，对，哎，想听一下两位主演应该背台词功底很好啊，怎么能让自己背台词或者背东西快一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其中有什么方法？因为台词还是有它的逻辑在的，无论吃饭了吗，反正回答就是吃了没吃或者不想回答。就有一些生活上的戏还好一点，古装戏的文言文就很难背，就比较死记硬背。然后因为我本身戏里数学特别好，桂香的那个数字特别敏感，但是我本人连卡里有多少钱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一见到数字我就懵了，没办法，可能这是天生的吧。那仔仔背台词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方法？没有，对，就死记硬背。对，会贯通就好。对，好，就理解一下角色就好了。那你三位觉得谁刚才表现比较不错？他是背对了，应该是五组，但是中间有错。对，这边都是三组，他是四组。选两位。看到长发女孩在对你放电。啊，我选一位，也见到，我选一位男生啊。好，那就是这位男生哈。好，来还有三位，那你，我带你选一下。他其实不是特意对你放电，他今天对我放电。对，就谁说他胜出，他对谁放电？导演选是吧？导演选一个吧。我不方便选了。你在这个台上太像天气球了。自我隔离太严重了。导演，你选了啦，三个选一个没关系了。那应该就是他了吧？啊，应该是他。对，因为是他是四组嘛，他是四组，其他是三 okay, 三组哈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谁都不想做坏人。对，那个我来做。来，谢谢这边的两位，谢谢你们稍事等一下哈。这两个是礼物吗？那两个不是礼物，那两个是砖头。哎，对，干嘛我就说砖头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。是你说礼物？当然有礼物。那他们两位的礼物呢，就会获得由我们主创到时签名的官方海报一张啊，工作人员会送给你们。当然呢，现场没有办法颁发给你们，你们也需要颁发一个牌子给我们的两位主演。刚才你们整个发布会都听得特别清楚，是不是？
特别清楚啊。来，你看，一个是情圣的牌子，一个是天才的牌子，你们觉得是阿哲是情圣，还是洛天饰演的桂香是情圣，还是谁是天才？你们来发一下，导演也可以参与，你们随便发。导演，你懂什么？啊，就是我们的周渝民先生奶奶是情圣，对，我们的洛丹就像是天才，那导演就是情圣加天才就对了啊。导演，你躲什么？OK， 谢谢两位，来，稍事休息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牌子先拿上来了，就我们三位来拍张照片，好不好？来，都有一个非常新。